觉得不像啊，不像是修的太大了，我自己觉得。白皙皮肤、秀丽长发，面对镜头露出腼腆笑容。82年次的何雨曼，因为身份证照太漂亮，在网络引发讨论。水汪汪大眼瓜子脸，就是这张身份证照，何雨曼PO上网和大家分享，却没想到意外爆红，被说像林志玲，还获封最美证件范本。就只是想说，就PO个身份证照跟大家分享，我换了新的照片还有名字，结果没有想到会这么多热烈的回应，还蛮开心的。与证件照范本比一比，何雨曼和证件范本的女生同样有着清秀的脸庞，对照志玲姐姐一样有着白皙皮肤和精致的五官，乍看之下似乎有些神似。如果真的有机会上范本的话，我会很开心的。也谢谢大家这么支持。何雨曼从事会计业，脸书一张张生活照清新甜美，有多达2000多名粉丝追踪。第一次接受采访，面对镜头还是略显害羞。他说自己目前单身，因为身份证照在网络爆红，他本人感到惊讶。记者洪杰明、邱小倩 SNG 小组南投台中报道。